迎收睇曲线音乐节目《劲曲金曲》，我系李君雅。事不宜迟，即刻为你揭晓本周劲曲金榜。Facebook reaction 生效之后，唔少女仔都好惊同六八九一样俾人用 angry 问候，所以佢哋决定先小人后君子，用歌声表明只准港女嬲猪，不准百姓 angry 嘅原则。第十位新上榜 ，No Angry， 主唱港女时代。Leonardo 不识串，勇夺影帝的余波，这位歌手继续勇敢射波，高昂唱歌。第九位 My DiCaprio would go on， 射波 Dion。 Every year in Oscar I stop you I port you That is how I were you本周 IQ 题，警察开年同漏煤气有咩共通点？够钟开股就系、是、两者都要开窗，耶、yeah! ！第八位差人行吴领俊，齐话声你份你份和奸，我是个型男，大 Sir 大 Sir 盛赞，同事确系猛。受万人膜拜的蓝丝女神诗烟 BB 被奸人陷害，说她亏空公款借钱不还。喂，乜香油钱都要还的咩？第七位有女神难过钱银关之歌，小李诗烟，诗烟 BB。 难得一生想参政，腥风血雨过后，世界又恢复平静，但一班武功高强的管理员隐退的同时，啲熟食小贩都顺便消失埋啦。第六位梁景柔情岁月，郑居民。屋村的风雨里，小贩的醒与醉，所有美食像已化灰飘泊岁月里，鸡吹过已静下，将生意再还谁？后悔没有买酒夜糖水。讲了这么多个星期都不记得提醒大家，以后香港人免签证的国家又多了一个了，就是中国。第五位我的回乡证不是我的，坚黄宗耀，坚陈思维。考过很多不必理的，啲案件通通废的，坐艇自有最舒服旅程， passport 不必再掂，是人就可上镜，话知被边个病。收年半前的占领运动影响，好似系铜锣湾起记终于要在今个月31号执笠咯，即系一日最衰都系占中咯。Anyway， 我哋一起用一首歌嚟怀念起记佢老板啦。第四位华丽邂逅哪有钱，容喜儿。铜锣湾华丽邂逅，反占中嘅高高手，来年强人食堂结业时候，我都记得俾你问我妈妈钱哪有。话时话呢首歌用简体字幕，会唔会都收到成万个投诉噶？唉，大大台真系唔易做啊！本周季军歌《给十年后写简体字的我》，薛小琪@繁蒙儿童合唱团。挂住吗？你平日有偷偷写下正字吧？当初 dictionary 在吗？不疯不会 modern 了吧？作为一个亲中间的超人，除了要在世界中间呼唤爱与和平，还要出世之前已经帮人争取读大学。唉，正义的朋友真的更加不易做啊！亚军歌《中间超人》的主题曲黄市民。世界第一打世袭，将少年宠罚，厌恶群众，最怕冲突，喉角马上干咳。长国雄议员在立法会上面情不自禁公开他和玉成兄带着矛盾去波兰期间的风流韵事。
想到两个人互相矛盾互有攻守的画面，这位妇女歌手当场有感而发，唱出本周冠军歌波兰密友，有请傅颖。主席，有一天如果 我跟你去波兰，这样有一晚我喝完伏特卡，揸住个酒樽打烂咗，跟住揈下揈下，阿玉成兄啊，你饮唔饮啫？立法会埋下友谊，相信你哋有啲事心照啦。可惜不敢相信主席也嘻嘻，你共嫦娥再见面，议事堂内有过电。你就大胆点公开甜蜜放闪，为何不对对走，对旧再拖手，会你波兰密友，系议员都可看到鬼畜，对傲娇妇女早感应到，怕黎云拆手。